谢谢大家。7年前，我犯了一个错误。7年后，我想重新弥补。温让，我爱你。不想分辨谁对谁错，你我之间飞鸿踏雪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雪化了。可我想分辨，我错了，我认错不行吗？我不应该不打招呼就走，我那时候太年轻，什么都不懂。后来我彻夜失眠，告诉自己，你不要后悔，不可以后悔。但是我真的很后悔。江瑶，你现在功成名就，求人得人，你应该开心才对。我不开心，我想要的不是那些，我不应该放弃。温热，原谅我。朱重生，